轩。Yeah, I know， 我黑了，因为我真的 just 刚从夏威夷思旅回来。你知道在夏威夷一个礼拜，我现在还能维持这样子，真的，我身旁的朋友是给我一个鼓掌的。有一些已经晒红晒伤变得小黑炭，我依然好不好，还是有 keep 住。反正 anyways， 这只是题外话。影片开始前 look 一下我接的 OOTD， 你们看得出来？我今天真的要大走一下了吧？你大看得出来我的穿搭吗？你要追我 ？You know, test me. You can test me. You can test me. You can test me. 呀，这 OOTD 就是走一种在贵族学校很会穿搭的学生。回归正题，加班里面的就是靠背厂商，你要给我确定哎。请离开，因为近期真的很频繁的在出国，有几样产品我是有把他们带出国使用的，不知道观众会不会理解，当你出国你只有带那一样商品，然后你一用完你就发现啊好难用，你会哭欸，会哭吐嘛，会哭吐嘛。那如果你今天是在一个很落后的地方，你要去便利商店买，你不敢买，你就是只能忍。我现在就是在忍到台湾，要跟大家分享到底什么东西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上。Oh my god， 全身在发抖。让我们欢迎今天的靠背厂商之入围的有 Ally 防晒乳 SPF 50。先跟大家讲买它的心路历程，因为近期真的台湾热爆，热到爆，而且我的皮肤是那一种，我只要一走出门，我没有擦防晒 ，Oh my god， 现在有色差，天哪！我怎么晒这么黑啊 ？Oh my god， 真的，等一下先预约美白针。Anyways， 我的皮肤就只要我走出门没有擦防晒的情况下，阳光直射我皮肤，只要一分钟，我皮肤就会开始红。如果呢，在没有任何的遮蔽物、没有擦防晒的情况下晒超过五分钟以上，我皮肤就会开始痒，然后会起一颗一颗那种长得很像过敏的丘疹。回到家一洗澡，你就会。很痒，很不舒服，严重一点的话就会脱皮。我的皮肤就是那么的敏感。我前阵子呢就在Momo搜寻防晒乳，然后他们有筛选器，我就点选销量最好的那一个。打开来，这个产品呢，它就是名列第一名。重点是它是所有Momo卖的防晒里面销量最好的，所以我想说，那真的可以试试看。我一次就买了四瓶，我真的大后悔，一次买四瓶，我要怎么把它消耗掉？它为什么难用？它的质地就是这样子。水润状，基本上呢，擦防晒很简单，就直接擦在你想要保护的皮肤上面。它确实是一个好推开的状态。你把它涂开之后呢，你闻，哦，我跟你讲，它的味道无法用中华词汇形容，它就是一个塑胶防晒味，它非常非常的臭。它的防晒乳是，如果今天有个暧昧对象，我从它旁边走过去，它是会明显闻到的那一种，它就是那么臭。如果你把它拿来擦全身，哦，你今天不用去 dating 了。而且我有试过，我今天不管擦的多薄，我喷的香水都会被它这个味道盖过。再来，它的官网直接告诉你说，本产品水润不黏腻，不易粘附口罩、毛巾，这一些都是 bullshit。虽然名义上刚擦完防晒乳，然后你拿卫生纸这样压，它确实卫生纸会掉下来，但是它这个黏油感是在你的感受上面，你会觉得为什么你的皮肤一直没有吸收？我擦了全身，我过了好几个小时，你身体的那个感觉会一直存在它的黏油感、黏腻感。黏油感就算了，最值得靠背它的点就是 SPF 50 PA 加加加加，我给它过好多次机会，我擦完它，台湾正夏天的阳光照在我身上，我走出门不用五分钟，我皮肤依然开始泛红。如果没有走到树下，走到遮蔽处，或是打开我的阳伞，我皮肤一定会被晒伤。它的防晒能力没有官网上说的那么好，它不会是一款 CP 值很高的防晒，再加上它的价钱，我觉得你们可以去买更好的防晒品，但我现在还没有找到。但真的奉劝各位，台湾近期真的非常热。I know， 有些人会说我不怕晒黑啊，你不防晒黑没关系，但你要防晒伤。我近期走出门有看到蛮多男生女生都有撑阳伞的习惯，真的先给你们掌声。现在这个 timing 防晒真的要做好。他们家的防晒呢，我就是擦完全身，我走出门不用五分钟，我皮肤依然晒伤晒红，我就要赶快跑到树下阴凉处，或是赶快回到车上。那我擦防晒的意义在哪里？晒黑就算了，但是我今天擦了你们家的防晒，我还可以被晒伤。而且我不是去海边，我是在 city 走路。你要给我确定欸，我没有擦过那么烂的防晒欸。这个 Ally 的防晒真的原地。请他离开、第二个入围的是 Sisley 他们家的植物修护润唇霜。我之前在美场上的影片有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认识他们家的品牌，我这个故事就再讲一次。我个人就是出国的时候很喜欢在飞机上拿他们的免税杂志来看，我就突然翻到一页， Oh my god， 他们有一个乳液机上免税价就要5000多块台币，我那时候真的是原地 shutdown， 原地吓到，然后就抱持一个好奇的心态想说一个5000多块的贵妇乳液到底有多好用，我就买回家一用发现 Oh my god， 怎么还不错，因为乳液真的是蛮好用的，我就亲自到他们的柜上，想要认识他们其他的产品，我就发现哦，我喜欢的那罐乳液，专柜价要7000多块，我就想，
哦，先看一下有没有便宜的东西，然后就突然扫到这一关，他们柜上呢比较偏便宜的产品，台币2200，2200的润唇霜到底多好用？把它买回家以后就发现，呀，终于找到他们家不好用的产品了，哇！Anyways， 反正如果你是贵妇，或是你本身有经过他们家，或是你对他们家有兴趣的朋友们，这款产品我严厉的推荐你不要买，真的不要买。反正当时那柜姐就说，哦，他们这一个护唇霜有点像是晚安唇膜，就是你睡前呢可以把它大量厚敷在你的嘴唇，你早上起床就会有一种，哦，玫瑰朵朵唇。他们柜姐就是这样讲，它打开来就这样子，有点这样子浅黄色的，它是用多重的植物美容油为基底打造的护唇霜。你看一下它的开口就是那么小，而如果你今天本身像我一样有做指甲的人，你要去挖它，来挖。你就发现所有的唇膏都在我的指甲缝上，所以基本上我之前使用它就是我要拿棉花棒挖它，然后擦在我的嘴唇，然后再用我的手去把它涂开。 Anyways， 我之前用它之前我都很有仪式感，我会先把我嘴巴的角质死皮整个去角质去干净，让我的嘴巴回到最原始的状态，然后擦它。我敷了一个晚上之后起床，就会发现，哦，它表面上虽然看起来你的嘴唇是很油亮的，可是它的内，当我嘴巴在动的时候，我的嘴唇还是会有皱褶，感觉就很像你直接擦了一个油在你脸上，远远的看起来，哦，你的脸看起来很油亮很滋润，但是你的内，当你的脸一动的时候，它会有点斑驳，它会有干纹，这就表示你的皮肤你的嘴唇没有吸收到它的保养品。然后后续我不管再用多少次，我白天用，中午用，晚上用， always 它就是不如这个凡士林来的好。我凡士林只要厚敷一个晚上，我起床嘴唇就是很滋润。我如果今天要换一个2200的产品，它的效果还不如这个不用100块的凡士林，那真的可以请他原地先回法国。哎，你可以回法国了，请离开。第三个入围的是艾玛卡拉的马桶清洁剂除臭剂。我讲，我本人真的是很爱网购，又是被烧到。当初买的时候就想说，哦，它是日本品牌，应该日本的东西不会难用到哪里去吧？官网上面说它是一个可以放在水箱里面维持效果2个月的马桶清洁剂除臭剂。它的原理就是把这边撕开来。撕开之后它会有2个洞，丢到水箱里面10分钟之后你就冲水，你冲完水水箱在补水的时候它就这样摇摇晃晃摇摇晃晃，然后在摇晃的过程中它的清洁剂就会从这2个洞这样流出来，这是它的原理。 OK， 先把它丢回去。然后当初会买它的原因是因为我近期真的很频繁的在出国，那我自己如果在国内，我在家里面，我差不多2-3天我就刷一次马桶。一个人住一个人打扫的人就知道，当你一段时间不在家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定期的去冲你的马桶，没有使用你的马桶，它旁边其实会围一圈污垢，久了它那个污垢如果你不去刷它的话，它到后期就会越来越难刷。所以我当初买它我就想说，哦，我应该可以改善这个状况，我就算出国不冲水，但最起码我整个马桶底下的水是它蓝色的清洁剂，我到时候回国看马桶的时候它也不会脏到哪里去。后来我买来我发现它真的就是一个蓝色的水，它上面写说它会洗你的马桶，房屋有香味除臭，全部都是 bullshit。 首先它完全没有任何的香味，打开来它一点香味都没有。再来你说除臭吗？我像我前阵子去香港，我去柬埔寨，可能3天5天，我回到家里去闻那个马桶，你还是会闻到一点点你没有刷马桶的味道。这感觉是什么？这感觉就是我在用它之前我生活状态，我的马桶本来就长那样子的，我确实3天5天不冲它，它就是会有污垢，它就是会有一个味道。那当我使用它之后，我出国3天5天1个礼拜，我回到家还是有污垢，还是有味道。总结就是，我不管有用它没用它，我的马桶依然是保持那样子的状态。那讲真的，我买你干嘛？我就是自己去刷马桶就好了，我自己去打扫就好了。我买它完全没有任何的除臭、有香味、防污、防垢，让我的马桶有一种洁净洁白的效果，完全没有。它就是一个你放在水箱，它会流出蓝色液体，呈现蓝色的状态的蓝色水。所以我觉得不用花这个钱买这个废物，不好意思，因为你里面有内容物，就轻轻的请他离开啊。Anyways， 这三款就是我近期在我生活中找到真的可以原地离开地球上的产品。I know， 现在已经开学了，学生们你要擦防晒，家庭主妇们你想要打扫家里，身为人类你想好好保养自己的嘴唇，你想要漂亮，这些东西都防止你踩雷。如果以上能帮助你踩雷 ，It's my pleasure， 我的荣幸。这些产品 ，I'm so sorry。离开吧。结尾前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 look， 拍到现在我看到荧幕中的自己，我依然还没腻。一定要走一下。Oh my god， 你们在想什么？当然啦 ，Belly， 我发现是 Ali 还存在，好怀念哦。Oh my god， 依然还是 Family。OK， 今天靠背小上影片就到这里。OK， 谢谢观众，谢谢观众，谢谢 Kai。Bye。